得点圈的机会。来看到速球派的徐若曦跟挥棒速度很快的余柱曾颂恩的对决，这棒在右外野方向，郑凯文没有办法接到了。曾颂恩跟上了林安可的脚步，棒打徐若曦。哇，余柱今年赛季个人的第四发全垒打，一棒炸裂两分，也帮助中信兄弟2-0。现在看了现场其实没有什么风势，但是要扛这种右半边的全垒打，右打者来讲，真的靠的就是自己的力量。话都还没说完呢，你直接把球轰出去了。这颗球飞行距离来到373英尺。我真是反观它，还有一点类似比较接近那种平射的感觉。曾颂恩赚回了第10分跟第11分打点。